So let's continue for the interest of time. Our next one is Jo Wei, who is a curator and researcher, and she's also founder of Pan Bio Art Studio, PBS. Wei is currently a researcher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 and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CAFA. So, Joey, are you Shanghai? Are you in Shanghai now? I'm currently in Beijing. You're lucky. You were not in Shanghai and then you went to Beijing. I hope not. Yeah. So because we're all hoping here that everybody who wants to live, the only people who don't live is the one who live in Shanghai, because they assume that if they go there, they're going to get locked there. So it'll be like two times a lockdown. Yeah. Anyway, so I know Joe from a previous, so we are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So she is going to speak in Chinese. So I would tell everybody, especially the audience, the speakers, to swit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righ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speak in Chinese, Nishi Chongwen. Yes. Yeah, consider most audience Chinese, so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this time. Okay. Please, go ahead. You have the screen. Okay. So, can you see the screen? Yes. So, I will begin. Can you hear me? Yeah, go ahead. Okay. Yes. Yes, we can hear you. 很荣幸能够接受爱场这个人工智能艺术中心和同济设计创意学院的邀请。 因为考虑到论坛这次大部分的听众都是中国听众，所以我想还是用中文来进行一个演讲。那么这次论坛的题目呢是总的论坛的题目是人工想象力，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性。然后我在准备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那么我个人的此次的这个演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激进的基因和隐藏的自然，从人工到合成世界。 因为我看到包括听到大部分的讲者其实是从机器就是 machine 作为人工性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那么我在我这次的演讲里面，我试图用biomedia 就是生物性来阐释这个人工性。因为人工不仅仅是来自于机器的，其实它也可以是生物性的。那么我将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诺贝尔奖开始切入。 因为大家注意到 2020年的这个诺奖，它其实是颁给了两位女性科学家，就是诺贝尔化学奖，是给了基因编辑，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这个技术。大家其实关注的更多的是获奖的内容，但是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诺贝尔奖牌它上面的含义。这边我放了这个奖牌在这儿，就是大家看到中间这个圆形的奖牌，它左边是站着一个 女子的形象，她其实是自然的一个拟人化的人格，然后它叫做 Isis， 大家看到这个有英文就 ISIS， 然后右边这个呢是Genius of Science， 那么它其实就是象征了这些获得诺奖的我们人类可能最伟大的科学家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者的关系，科学家就是The Genius of Science 是揭开了这个自然女神的面纱。 所以我们会去想，那么，我们就是说科学和自然的关系，它是否是一种简单的揭示与被揭示，或者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些思路。这里就是有一本书是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的，他就讲到了这个从古希腊到海德格尔近2500年来，就是人类对于 自然秘密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主要是西方的。一种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他认为就是人有权统治自然，而且这是神赋予人的权利，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审讯甚至去拷问自然，让其吐露秘密。但是另一种这个途径的话是俄普斯式的。
那么这种是更加哲学或者审美式的进入，他觉得这才是认识自然的一种，就是更加好的这样的一种途径。当然也是我们更多的就是人文学者或者艺术家会去采取态度。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两种态度。包括就是在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讨论自然的时候，表达了对这种就是前一种进入，就是将自然机械化的一种担忧。因为很多人谈到了这个世界的祛魅以及相应而来的这个自然之死。所以包括海德格尔也提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代技术的这个普及之后，所以人把包括他自己所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看成了一种工具或者可以开发利用的储备。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词自然之死，所以我们也会想，那么到底自然是什么？为什么它竟然会死亡？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这次论坛非常重要的两个词，就是 artificial and nature。当然这两个词就是一组对比。那么我们在谈论人工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这个名词它是来自 artifact， 然后中间也包含了 art 这个词根。我们去判断它的定义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定义是说它是made by human work or art, not by nature。所以它其实是跟自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或者名词。而我们在谈论自然的时候，那么它其实有一个含义的变迁，就是 nature 的名词，就是 nature。它其实是它的含义的变迁，同时也包含了一种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变迁。主要也是一种宇宙观的变迁。我尽量试图用一种简洁的方式去表达这种变迁，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但是我想在这里应该会比较阶段性的去叙述。首先就是在古希腊时代，那么自然它其实是被视为一种活的并且具有智能性的巨大生物，它可能本身具有灵魂或者生命。这就是古希腊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看法。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同时也经历了这个科学革命。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机械的自然观，也就是之前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因为它是基于一种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那么在此以后，自然不再是古希腊人们心目中的这样的一种有机体，它变成了一种机器。当然，这种自然观延续到现在，因为它非常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就是把自然当成一个客体，一种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的叙述可能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可能更为复杂。这个也是我在后面要去叙述的。这个是广义上的人工和自然它们之间的一种关系，以及自然本身的含义的变迁。那么在这里我可能要再进一步去阐释一下，就是在生物学这个 biology 这个学科中，自然和这个人工这组概念它是怎么演变的。那么大家看到就是 the hidden nature 它其实是在1900年之前，就是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为生物学它是一个学科，它是一种就像福柯在雌与物中所说，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博物学，就是 nature history， 甚至还有一点巫术和一点炼金术的这个剩余，它是一种 hybrid。 那么到了1900年，就是遗传学 genetics 的建立，就是一般认为生物学这个学科开始成为一种具有科学这样的一种定义。那么中间当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自我的改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1953年，当然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这一年就是人们发现了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从此以后就是在生物学的历史上，我们其实了解了生物的物质性的这样的一种底层逻辑，它其实是四种碱基。因此人类就开始了这种一往无前的对于生命的一种人工操作，它其实是以1953年作为一个节点开始的。另外一个飞跃性的节点就是2000年。因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合成生物学，就 synthetic biology， 其实它的一种当代性的合成生物学就是从2000年开始，它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之后我也会提到。因为这个学科导致生物学成为了一种更便于人类去操纵生命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2000年其实是
我觉得是生物学在人工性上进行了一个跃迁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是2012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呢，其实是 CRISPR-Cas9 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其实非常也是非常年轻，它是2012年才诞生的，然后它在2020年就获得了诺奖。所以这就大家可以看到，就这种技术它的加速度的一种可怕性，就是之前诺奖可能会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去发现和去获得，那么现在可能一种新的技术八年就可以得奖。当然我们也由此引发了非常多的关于这种人工的操作性的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性的非常多的伦理上的物质性上的讨论。然后就是来到了我们非常近的一个时间点，就是2020年。那这个就我觉得就有非常多的讨论性。首先就是 COVID-19 出现了，然后关于这种biopolitics 就是这种生命政治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个就是进一步的去讨论，因为这涉及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就是2020年的诺奖是由基因编辑技术获得的，那这个我之后还会在伦理层面上再去讨论。所以我们这个图其实是方便大家比较快的从生物学这个角度去了解自然和人工在这个学科它是如何以一种非常剧烈的加速度去演进，并且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OK， 然后我为了更好的去阐释这种人工性和自然性它在它对峙所产生的想象力，它在艺术上的呈现，那么我将以我在2019年的一个展览为例，为大家讲述这种人工和自然之间的纠葛。那么展览的名字叫做准自然，就是 quasi nature， 大家看到英文。它本质上也是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我邀请了11位艺术家，然后包括有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之后我也会详细提到。那么它是发生在北京。这个展览题目就是 quasi nature，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两位哲学家，就是 Michel Sahis和Bruno Latour。他就是这个词首先是由Sahis 提出来的，就是 quasi object， 其实是在他的一本书我们也有繁体版，就是纪实者，他在里面提出来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将主客体二分，就是一个对象你要不就是主体要不就是客体，但是塞尔认为就是主客体它其实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所以我在思考这个展览的时候也想到，那么我们人类面对自然的时候，它究竟是一个主体还是一个客体？它是我们，就是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应该像古希腊时候一样，把它当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巨大的生物，或者具有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还是说，就像科学革命和工业社会以来，它是一种被我们掠夺的一种客体，我们去开采和从里面去寻找资源。所以这就是我这个展览题目叫做 Quasi Nature， 准自然，它的一个来源。另外就是有一句话是 from Thomas Berry， 就是说宇宙它其实是众多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许多客体所凑成的一种集合体。这就关系到我们现在人类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去看待包括地球包括自然包括别的生物，都是用一种看待客体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去居住在这个世界，但事实上人家其他物种都是主体，是跟我们平等的。所以这就关系到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中包括我们与其他物种相处时候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展览是分为三部分，我今天不会展开讲，因为会比较长。但是我在思考展览架构的时候，其实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是就是对，我这个展览它是以生物艺术这种新型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作为阐释对象。然后第一部分是以历史上三位重要的生物艺术家为案例，就是告诉大家人工与就是他们是怎么去看待人工与自然的关系的。当然这三位艺术家恰好都是欧美的艺术家。然后第二部分是
选取了大概几位年轻的亚洲艺术家他们的实践，然后第三部分是一个研究项目，我今天就不展开了。那么在思考框架的时候，其实我在观察并且邀请艺术家的时候，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三位这个来自欧美的艺术家，他们其实都是基督教，就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我发现了非常重的这种基督教一神论的这样的观点，就创世纪这些有非常多的这种技术介入以及去改造其他物种的这样的一种尝试。但是在年轻的亚洲艺术家，他们来自各个亚洲东亚各个国家，包括新加坡，中国大，反正各个一会儿我会介绍。那么他们其实会有更加多元的一种世界观，不仅仅说是一种神创论，就世界是神创的，而是说它有更加多元的，包括万物有灵，包括无神论，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世界观，所以他们的作品就会更加多元化，而且他们也不尝试去改造其他物种，而更多的就采用了我刚才讲的，就是一种沉思或者批判的路径，而且他的这种技术的介入也更为中立，他不仅仅说是更多的相比更多的使用技术，它会有更多的去反思和批判。那么这个我将会在之后介绍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来给大家一个呈现。首先第一位就是爱德华德卡茨，那么他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大家看到右边就是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叫荧光绿兔，就是GFP Bunny。 那 GFP 是一种分子生物学中用的非常多的技术，叫做绿色荧光蛋白。它其实一开始是从另一个物种，就是水母的这个基因里面提取，因为水母在晚上会发荧光嘛。那一个日本科学家就找到了这段基因，把它切割下来，然后移植到了这个兔子的这种体内。所以它其实是你可以观察到它是一个跨物种的交流，就是把一个水母的基因移植到了一个兔子的基因里面，所以它其实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然后卡茨另一件作品，当然我没有在展览中展示，叫做 Nature History of the Enigma。 那么这个作品更为夸张，它是把自己，大家看到左边是这个作品实施的途径，它是从自己血液中这个血细胞里面提取了人类的基因，然后通过这个基因操作把它转到了植物的这个叶脉里面。所以大家看到右边这朵花，它其实是一种跨越了植物和动物这个边界的这样的一种生物，它既拥有植物本身的基因，它也拥有人类的基因。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更像是一种 conceptual art， 它是一种观念艺术，它其实是用一种艺术家的这种手段在打破物种边界。所以这是我所介绍的第一个艺术家，就是他从自己的艺术实践去打破了这个人工与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那么第二位艺术家是一个组合，他们叫做 Tissue Culture and Art Project， 然后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他们最有名的一组作品呢，叫做Victimless Leather， 就是无受害者的皮革。那么这里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作品，就是它其实是用细胞的这样的作为一种这个作品的媒介，然后把它长成一个皮革的形状。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皮夹克其实是用一个动物的这个表皮细胞做成，但是你又不用去杀害一个动物。所以这边它这个艺术家他所提到的关键词叫做 semi living， 就是半活体。他就是意识到我们既使用了这个生命它所具有的物质性的载体细胞，同时我们又没有这个生命就是全部的特征，所以它其实是介于living 和non-living， 如果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同时它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就是这样的一个 semi-living 的这样的一个being， 我们是否需要照顾它，这是否涉及到把活的生物客体化，并且这样的存在是否对我们所固有的信仰系统，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会产生一种颠覆。所以这是第二个艺术家，他其实也是在，大家看到他其实也是在涉及这种人工和自然他这种边界的讨论。那么第三位艺术家是 Marta Dominis， 我也
三位艺术家我们都邀请他来过中国。那么 Mata 是最近来中国的，然后他这件作品其实是一件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所创作的作品。具体我可能也不能展开讲。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讨论了人工与天然的关系，就是他们到底是金字塔的一个在顶端，一个在底部，是有一种 hierarchy 的关系呢，还是说他们是平等的，或者他们是交叠的？那这个我觉得之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发现这三位艺术家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去创造了一种新的物种，并且他们试图去改造别的物种。这就涉及到我觉得不同的这种国家文化和宗教去看待这种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一部分我觉得更加接近是这种激进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么第二部分是刚才讲的是年轻的亚洲艺术家，当然我邀请了很多，我这边就选两位，我不能展开讲所有的艺术家。首先第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艺术家叫赵仁辉，那么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他是一本艺术家书，叫做 The Guide to the Flora and the Fauna of the World，就是他讲述了55个故事，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 speculative 的，就思辨性的一个摄影，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影像，它是一个基于一段简短的叙事以及一张摄影所讲述的一个故事。那么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第一个故事叫做世界金鱼皇后，因为大家知道 goldfish 这样的一个物种，金鱼它其实是中国人就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个物种，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基因这种概念，是真的是一代一代这么筛选出来的。但是很可笑的就是在中国90年代就是举行了一个在福州举行了一个叫世界金鱼皇后选美大赛，就是人类筛选出了一个人工物种，并且对它进行了一种审美，就是说另外一个物种的最美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其实是另一个物种，就是人类去筛选的。我觉得把这样的，然后当然艺术家就把这条金鱼就放在了这个照片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图像和这样的一个叙述其实本身就制造了一种张力，就是一种很荒谬的就是人工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张力。另外一位就是林佩颖，那么他很有预见性，因为我这个展览是2019年做的，当时还没有 COVID-19, 然后他这个作品其实叫做病毒之爱。那么大家看到左边就是我在展场，他其实是把他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对于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科幻小说，它其实讲的是2068年的人类已经通过彻底的科学研究驯服了21世纪初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致死病毒，然后他们利用这些病毒包括我们对就是致死率非常高的一些病毒，我这边不展开，就是他们开始像是他们对待这些病毒就像对待酵母这种微生物一样，用它去酿酒、制造奶酪，甚至调养肠胃。然后右边是他的另一个作品，他是使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字典的这样的一种体例去记录，就是叫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ICTV 所制定的人类现在已知的5000多种病毒的名称。所以就是病毒它其实大家也知道是不断会变异的，但是字典却是一种非常的固定化、格式化、经典化的这样的一种格式。所以就是说病毒不断的在产生变异，但是人类还是用一种字典的体力在记录它。那这种反差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像西西弗斯式的一种劳作，但也就是我觉得当下的一个现实。当然我在做那个展览的时候，包括佩颖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预见到就是这三年来的这么多的事情。OK, 所以我觉得第二部分就还有一些别的艺术家我这边不展开了，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是大家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反思和沉思，它并没有去改造别的物种。那么这可以被称之为隐藏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它会具有更多的世界观，更多元的世界观。然后我们来
看一下，就是自然和人工之间，它其实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ethics。那么这个刚才就是有一位策展人也讲到了这个 AI 的这个 ethics。其实这个生物学和 AI 的 ethics 非常的相似，就它有非常多的共性。然后我是在2019年，也是在就是 CAFA 我们举办了一个论坛，就是来讨论这个。以这个基因编辑作为切入点来讨论这个 bioethics。 那么为什么要讨论呢？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基因编辑这个技术的重要性，也许意识到了，就是大家知道的 PCR 这个技术，它其实93年就得了诺奖，那么它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在电脑里的这个 Ctrl 加 C 就复制键，但是 CRISPR-Cas9 这个技术呢，相当于是 Ctrl-X 和 Ctrl-V，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可怕的闭环出现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技术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基因像代码一样的去操作。这个在未来技术上，我觉得实现并不难。也许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它的一种急迫性，但未来其实这个技术的发展，因为就是基因编辑技术从发明到得诺奖就八年，我相信这个事情的普及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太长，所以从现在开始讨论这个生物的伦理其实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我以我的绵薄之力，就是在央美做了这样的一次召集和讨论，我当时是请了六位专家，那么两位是 scientist， 是国内顶级的就是研究基因编辑的科学家。其中一位是北大的，那么他其实是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基因编辑技术。然后第二位呢是来自 CAS， 就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专家。很凑巧的，他现在也是因为基因编辑现在有一个国际伦理委员会，是邀请了国际这个科学家共同体去加入，比如说美国有几位，然后英国有几位，中国有几位。那中国一共是两位，他就是其中之一。它其实是真真切切的介入到了这个人类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这样一种治理的一个讨论里面。那么我请他给大家讲述了一下当时就是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哪几个基因点位到底改变了，它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它的使用的细胞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讨论一个生物的伦理，我们可能先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当然就是只有科学家发言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在第二个层次我是邀请了人文学者。那么我邀请的一位是来自中科院的这个关于生物立法的，同样他也参与了其实中国这个生物未来的这个生物立法，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然后他会他是比较了全球各个国家对于这个生物立法的差别，包括哪些国家会罚非常重的款，但是他不会入狱，哪些国家他会让这个违反伦理的人他会可以这个重刑，就是这个都是基于不同文化的。那么我也邀请他讲一下中国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基因编辑这个技术以及怎么去立法的未来。然后第四位也是一位关于社会治理，他是一位 STS，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 这样的一位学者。那么我也请他讲了一下关于这个生物技术它的社会治理的历史，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基因编辑技术这个东西突然到我们面前，我们非常慌张，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如果你是专业的研究这个生物技术治理，你其实会了解到这个事情不是新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过试管婴儿，我们之前有过克隆。那么当时全球人类是怎么一起开会去解决这个争端或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日光底下无新事，其实我们应该去思考，我们多去看看历史，这样。所以这一位也是就很幸运，就是我邀请的这些都是真正介入中国这个技术治理或者技术立法这样的一些实践者，所以我觉得请他们来聊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艺术家，因为我觉得大家从实践层面去讨论当然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我是以策展人和这个historian 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份去讨论我们未来的艺术家怎么
把基因作为一个艺术媒介去使用，有过什么样的艺术史的案例，以及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最后就是 Marta 刚才讲的，就是葡萄牙的这位艺术家，我把他从葡萄牙运到了中国，然后请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来讨论他是怎么样从一个传统的这个架上或者雕塑艺术家变成了一个关心生物媒介的艺术家。然后他当然你可以看到他关注的主题非常的具有艺术家的视角，就是 identity， 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哪里去。那么非常幸运，就这个论坛将成为一个出版物，未来会出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编辑。那么我也考虑到了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后来我们邀请了两位哲学家，一位是生物学的哲学家，叫生物学哲学，然后他来讨论一下，就是基因作为一种在生物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性。最后是一个就是他另一位哲学家，他其实本身是研究中世纪哲学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但是他我们想请他来聊一聊人类尊严问题，这个也是跟基因非常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我们当时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最后就落实成了一个论坛，而且请到的都是就是与中国这个当下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员，并且最后成为了一名最后就是我们有了一本出版物，并且加入了哲学这个元素。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思考，就是刚才讲到的人工与天然这个边界中间伦理非常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它怎么去实现。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艺术家也不仅仅说是要讨论艺术创作，他可能思考的问题会更多。OK， 然后最后我来我看时间也快到了，最后我来为这个合成生物学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因为我现在正在翻译一本书，叫做 Synthetic Aesthetics， 就是合成美学翻译成中文。那么它也是一本跨界的书。那么中间就是有一位艺术家，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了解，就 Ginsberg， 他很有趣的一个作品叫做 The Synthetic Kingdom: A Nature History of the Synthetic Future。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林奈在那个时候，他是瑞典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博物学家，他是提出了这个分类法。那么The Tree of Life 其实一直在变。那么Ginsberg 就说 OK， 那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界，叫做合成界，这里的生物都是合成的。那么当然它是一个 speculativ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我觉得未来这不是说是一个作品，这是一个现实。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是考虑到了这个 synthetic kingdom 跟之前的这个 nature kingdom 之间的关系，就是它会数量如此之大，覆盖了甚至超过了整个天然的生物界呢，还是它会分散在每个界里面，还是说它会跨越在每个界里面，或者说是它会数量非常少，就是依附在边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讨论这种 new nature 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作为收尾，我来再回到就是我刚才展览中所提过的这件作品，叫做荧光绿兔 Jeff B. Bunny。 因为很有意思的就是GFP 这个技术呢是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然后这三位科学家，大家看到就是日本的这个夏村修、美国的这个马丁查尔菲和钱永健。因为他们三个人就发现并且改造了这个 GFP， 就是绿色荧光蛋白。但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致以诺贝尔获奖词的时候，他们用了左边这个绿色荧光绿兔的形象来展示给大家什么是 GFP。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GFP 这个技术产生了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符号，图像符号，就是荧光绿兔。然后它又回到了技术本身所处的科学共同体的语境里面。所以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关系，它其实就像一个圆，他们互相可能互相消解，但是他们也可能互相理解或者互相成就。这反映出了来自人性的、技术的以及社会的各种因素，它所交织和纠缠的过程。那么关于这个自然和基因或者自然和技术的这个故事，也将我觉得会继续书写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
演讲，就是激进的基因和隐藏的自然这样的一个结尾，谢谢大家。嗯，Hello， 可能还在同传是吗？诸位 ，Thank you。Hello。Okay, that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key word being a semi, quasi, hybrid, in between, the thing where the human.And, but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what you're saying, and you started in the beginning with the word tiaran versus rengong, right?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n Chinese,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because the word tianran means correct. Ran is correct and tian is the sky. So it's like the universe, the correct universe, it's nature.In a kind of like a Chinese, again, I'm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t. The word natural is more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reality of things, but there is nothing ethical about the natural thing. But in the Chinese version, there is the idea of correct. Well, as if it's something that is perfect, if you like. And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we are looking into a different, I mean, this conference here, as we are,in another country, I mean, I'm being Greek in China, and you being in this, dealing with Western people while you being Chinese, it's a very interesting kind of like interaction because we get to see how we understand these concepts through the language that we use, which is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language itself is a system. It's a thing. I mean, it's not really...It could be seen as a noun where we use th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and blah, blah, blah. But there's also the idea of the language being something that is a noun. It's a thing on its own, has its own logic. And sometimes it makes us make mistakes when we say something and we don't mean it. Or if we make an accident or a slip of tongue, whatever these things are very,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kind of take us.To the other side, to the side that we don't know, the alien part of our mind, where we don't have control over the things. And that's exactly the whole point of this conference, if you like, this talk.